这样好，好盖这边好了。我靠天！等一下。哎呦！啊，他你说什么 ？Bless you！ 我记得我早上教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 今天又回到新路谷雨。那今天要陪伴我度过一天的人有阿瑶 ，Hello， 还有可爱的萌宠伊旺 ，Hello。啊，伊旺，你觉得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睡觉，哈、欸？度过这一天吗？什么？什么？我一个很惊恐的感觉。睡觉是好。今天，哎，我昨天没有看气象预报，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好了。天气预报，好一样，多云有阵风。好啦，运气不会站在我这边，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接下来每天一开始都是要重摸我们家的鸡。好，还有一只吧，有没有在里面？有，很好。好，每天都要摸一下鸡哦，这样它才会快快长大啊！不是啦，这样它才会给你很大颗的蛋。然后我们来把蛋先放在里面。等一下，我应该会记得要弄吧。嗯哼，好。再来的话呢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浇水。先浇完水再做洒水器吗？哎，不用，我应该要先烧。我现在觉得矿物快要不够。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讲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嗯，然后没有垃圾了吗？哦，有，还有垃圾，也有垃圾，就是要拿去弄。先把我们的水加满，加满。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精心作物。边浇边许愿，对，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精心作物。希望作物可以很多很多。嗯，今天呢，就。我今天可能就不太赚钱，我今天要先收集一些材料，对，所以今天没有钓鱼。今天想要收集木材啊什么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我想要去矿坑一下。可以，可以去晃晃，拼个五成就好。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材料不足的感觉啦，目前，嗯，先讲，然后，嗯，好，先卖东西，卖 ，OK， 然后制作两个洒水器，然后。嗯，洒水器，这样我明天又可以少弄两个天。弄左边那个是不是没有浇到？嗯，有啊，这个有啊，那颜色会比较不一样。不是说第一排靠近房间的房子的？哎，好像没有。
如果我一天不浇水，是不是就会枯掉啊？不知道，你去试试看。不要，不要轻易尝试这种事情，真的。No， 我们不要轻易尝试这种奇怪的事情。砍木头，砍到一半，然后去挖矿。每天就大概砍几棵树吧，这样一直慢慢累积，不然我的木材迟早都要用完的。嗯嗯，对，老妈有找，不过她说没关系。嘿，然后吃点东西，补一下。57个，我在想要不要再做一台机器之类的，看会不会比较好赚。蛋黄酱鸡啊之类的，也是一种选择嘛。哇，好，一天砍个几棵树。这个放着，然后这个也放着好了。其实这边也蛮杂的。你要去放坑了？嗯，要去放坑。没有带剑在身上？没有，我没有带剑。这个傻子没有带剑。可可笑，天哪！我没有带剑，我没有带剑，我就想要出门。唉，哪一把？这边的。哦、嗯嗯嗯。好。然后我要弄什么啊？哦，我要放东西，我要放东西。我刚想说我要干嘛，觉得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一样。你可以把工具放一下。工具吗？好、哦。钓的鱼，这样吧。嗯。整理一下。嗯，好。出发。今天就不买黄金了啦。因为这样来一趟就没钱了。这些是备用粮食。那走不过去啊！好，好，出发。嗯，这边的树可以砍吗？好奇。东西，就是它好像不会再重生了。不会重生哦。那我可以种吗？知道哎。好，飞奔进去。现在要先找路。到底几层才会出现黄金呢？拿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敲它，我刚刚竟然拿我的
稿子敲他。对啊。下去的路，下去的路，在哪里？天哪！啊！不，这边都是怪，这边都是怪啊！这一层就是要叫我要灭掉我的意思，就是这样。说不定就会像之前一样，就是并不是真的全部都是怪啊。先补一下，来吧，我才不怕你呢，我才不怕你呢，不要过来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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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靠近我，哼，还有刚笑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我才不怕你呢，你不要过来哦，你走开啊，你离我远一点哦，的那种感觉。不觉得很像吗？嗯。为什么我没有找到路，也没有看到怪？哦，有看到怪。哦。这个有100层哦。对，这个有100层。哎，这个有100层就难办啦！哎呦。现在已经8点了，就加点冲，还差2层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好可怕啊！刚刚那个情形。神切换，哎、欸，他会跑，他会瞬移哦。你怎么可以瞬移呢？这样很不公平的，真的。你们找一下路。这样来不及，这样一定来不及，赶快出现路啊！拜托，求你了。不然我就要做好，就是今天一找到70层，我就会昏倒的准备。差1层了。对啊。你不觉得吗？就是一个找到70层，我就会、就大概会昏倒这样。如果是以到2点来算的话，还算是充裕啦。早上今天应该要带个炸弹这样。
对啊，我觉得早到今天应该要带个炸弹。我是阴谋哎，我是铜哎、欸，我是石头跟树叶吗？我是木头哎、欸，我这个宝箱猛哎、欸。可是我要下去的路啊，拜托。你看到里面有一群粉丝在跳舞，端端端端的小煤球，欢迎你的粉丝。天哪、啊！唉，我要下去的路。没有，我的路在哪里？在哪里呀、啊？哦呦！有了！叮，是弹弓哎、欸，那是垃圾。好，回去，我70层了，70层，赶快回家。我应该昏倒在路上，在路上。完蛋啦！那个卢宾怎么还在？他都是彻夜工作的，习惯就好。可怕了！今天过得好快啊，你有没有感觉？在矿坑，时间总是非常的快速就流失掉了。是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也就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点个喜欢。如果有想说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。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订阅。到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还是有钻呢、啊。少少的，加减钻。可是也没有花，所以还好。嗯。会。